各位观众。五条烟，你开。外面是要我打胎。在个赌侠的人相信都会很关心，究竟赌圣有没有拜赌神为师？答案是有的，而且在他拜师之后半年，更加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、举世震惊的伟大冒险。咁都被你刮到？然后啊，今日我又再次演翻上海滩最后个大亨定力，你睇同以前有咩唔同？至于今次我嘅梦中情人，就系川岛芳子。我嘅梦中情人其实唔系佢，而系。各位，我就是你是三叔咯。我不是，你不是三叔，是我阿爷周大福，我就是金牌杀手，不过是乸型的金牌杀手。今晚打老虎。嗯。今晚打老虎。今晚打K輪。都冇問題。至於今次我所遇到嘅強敵，又係你？錯，仲勁過我。邊個啊？睇過之後，所以睇過賭俠一定要睇賭俠二。